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我们可以现在开始我们的会议。女士们、先生们，热情的欢迎到这个高级别，会议，领导人会议，这是我们的王者论坛上的主要会议之一。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之内，找到我们的信任，我们榜样的 boss，然后公共政策推全球卫生事务，榜样的角色。我叫 Patrick Lois，我是德国之声欧洲事务主管。这个最近冠状性。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它对世界，引起了很多挑战。我们最近几个月，经过快速学习的时期，不管是官方方面，或者是公民，都需要学习很多新的数字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管理疫情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谈我们的数字的政策，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改造，这个可以大程度影响我们的未来的社会。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卫生系统，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怎么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管理这个疫情。所以现在，今天我们先要讨论我们怎么能够使用这些数据，改善人际的卫生，然后怎么我们可以使用远程医学医疗的方法，然后我们也要讨论利益有关方对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的影响。现在有最重要的问题：数字化是否可以，对可持续，这个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情况下，它所提起的起的作用，所以，受一个人是。安努拉塔古普达，印度的加维疫苗联盟代表，我也热情的欢迎 Kira Radinsky，他是 Diagnostic Robotics 诊断机器人公司主席兼首席技术官，他在2017年成有名人，因为他成功的预测了一个这个。后乱疫情，因为使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做这种预测。另外，热情的欢迎 Precious Matuso Malabona 女士，她是在维特瓦特斯兰的大学驻这个卫生规范科学部。也对这个公共卫生做领域方面做研究，还有下一个还有 Martin Savinozzo，他是阿根廷卫生部保健公平秘书。热情的欢迎安努拉·阿格瓦，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理事会下属的基因组学和综合性物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世卫组织数字健康咨询小组成员。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请大家打开自己的麦克，然后帮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会议的。
议程，因为你们都是专家，所以请你们今天让我们向你们学习。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这个部分。然后首先让我们从这个题目开始。最近卫生系统面临了疫情新的挑战，疫情带来的新的挑战。现在我们有这个新案例的新病例数量又迅速增长，所以可以了解，难怪很多卫生系统它进行数字化，为了能够应对这个大流行情况，而且它想要改善日常运行，现在有很多措施应对这个疫情，但是各个国家在它的数字化程度有所不同。我们曾经看过技术这个数字技术在整个情况这个疫情情况下不同的方面都试用过，所以可以说目前为止数字技术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贡献，它可以帮我们测量测试我们能够现在已经评估这个技术对于我们的工作的影响。我首先要求 Bernardo Mariano 他是世界卫生组织数字健康与创新总监，非常感谢欢迎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数国各地，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首先我会说我们是完全普及这种技术的使用，就是适当的使用，因为我们在就是保护隐私下才可以使用，我们必须保证包容性使用可持续使用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每次的使用适合背景。卫生组织自这个疫情开始，我们和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密切的合作。我们当然有像那个 ITU 这样的机构，但是还有民间企业，我们真的有公共企业非常好的支持。但是不可能有疫情才有合作，我们必须如果之前已经开始好的合作，我可以更好的面临疫情。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数字化如何支持卫生系统。我们一个重要的是要以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另一个是我们怎么能够建立很强的很有实力的卫生系统。我们可以一起让所有的国家想想怎么能够更好使用远程医疗支持全部的卫疗系统医疗系统。当然我们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要协调要调整我们的政策年初我们有很多这个追踪中心联系我，然后当然数字技术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接触病人接触这个追踪技术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现在更好了解现在的疫情怎么可以利用这些解决方案。但是
我们必须保证它真的有作用。 现在在这个疫情况下，我们在20年开始颁发一个接种证明。现在我过去我们使用的这个接种换卡证明，你已经被接种了。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 目前为止，世界上这是唯一的大成人，大人成人可以在国际方面，就是在跨国去旅游使用的一个接种证明。我们必须做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择这个选项要考虑。 国家必须选择最合适自己情况的选择方案。另外呢，我们也就是加快开始这个卫生组织的学院，另外呢，我们也提供一些开放式的培训，我们可以。可以用41个元上课领取我们提供的课程，已经有很多人使用了这个命令，所以可以说我们是以越来越高的速度利用这些数字技术，想要更好的准备下一个经济情况。刚才的第一个发言中 ，Bernardo 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包容性、以人为中心和信任，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话题。如果我们要说到国际、全球规模，哪一个是主要的因素？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你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是标准技术标准要统一化，还是更要改善管理有的政策？您说了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已经具备了，问题是在别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技术的成熟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一样，这是根据由于这个技术的水平，我们就决定应该给这些国家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我们在监督每个国家的卫生机构的情况，我们是根据这个在卫生世界组织，我们比如说看如何面对国家都有一些问题，卫生保健服务如果要使用数字技术支持医疗需要达到一种跨领域的协调。那我们推行的数字的战略，我们需要有信心在卫生、数字卫生、数字保健的投资，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另一个层次。因为现在国家他们的发展到了不同的步伐，我们发布了一些投资的指导，通过这个指导，每个国家都可以知道你们达到了某个水平，你们就需要做一些具体的投资，为了明年能达到某个附加价值，让你们的卫生水平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现在处于不同的水平，我们要一起合作，让所有的水平平等。非常感谢。现在我想集中在刚才您说的另一个方面。我想问一下 Kira 女士，与私营行业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疫情也加快了这个疫情时期加快了这个趋势。
这些与公共与私营领域的合作更有现在更明显。您作为一个私营企业的领导，在开始阶段，Kira 已经参与了疫情处理。您能不能说公共卫生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哪一些方面这个合作加速最快？现在比以前改善得多。首先，我们的公司创造了分诊的系统，我们多年以来做了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采用一些历史的数据，七千万的病人的病例，包括美国和以色列，我们的系统会提出一些有关分诊的问题，通过这个会预测每个病人他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从而减少医生所承担的工作量。在疫情时期，我们看到了使用医生的工作量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极端，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比如说无法对更多的医生进行培训，到2030年我们将有几十亿病人将得不到相关的服务，所以我们知道，比如说每个病人在等待诊断需要等待3个小时的时间，这不是一个预测，肯定会这样。在疫情时期，这个问题再加严重，我们整个人口都处于危机情况。这些人群需要马上得到诊断，他需要马上知道应该到哪去，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些比如说电话中心也数量的也太少了，所以我们就创造了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是否足够监督病人和临床的监管？我们再进一步发展分诊的系统，增加一些能力，我们的系统会问一些分诊问题，决定那每个病人需要到哪里去。如果系统决定有一位病人处理一个危险情况，他就会让这个病人去正确的地方。但是我们还得考虑，比如说有的在将来什么城市需要封城，我们这些信息也是通过我们系统来得到。我们会预测，比如说在疫情第二阶段会知道哪些地区需要更大的支持。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给我们一些手段，可以进行很快速的决定，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快。非常感谢。现在我已经很明白你们的很大的贡献。你们这个工作与卫生组织已经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开始的。你们会不会看到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合作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现象在最近期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前还有很多需要再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我们能所做的就是推荐一些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政客会根据我们的推荐进行决定。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因素的意义在疫情时期再进一步提高了，大幅度超过了私营企业或者卫生组织提出的建议。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科学知识什么时候应该比政策的一些因素重要。这些我们特别是在以色列看到的一个话题。我比如说我们企业会预测情况会再加严重，但是政府没有考虑我们的提醒。还有我们有一些证据有关这些封城封锁的措施大幅度降低了由于疫情而引起的负担。
我们要考虑如何采取透明的方式向政府机关官方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当时不知道让学生去学校上课是否会再让疫情再严重。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十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感染这个疫情的比率是明显的低，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传染别人的比率是多少，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会减少信任的水平，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信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面，就是科学家、政府这个方面的信任问题。如何采用数字技术从公共卫生使用这些数字，信任在里面也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官员的信任以及公民的信任。现在我要问一下 Precious， 在南非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想回到针对经验的问题，数字技术在应对疫情的时候所应用的数字技术，您的经验在过去的六个月怎么样？非常感谢欢迎各位。我们首先开始编造一些数字化卫生政策，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决定我们指出的方向，我们的预算的设计，我们考虑几个挑战。首先想要投资，最近几年我们登记了330万的这个病人或者患者，然后我们在全国所有的医疗所可以做这种登记册。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医院使用这个登记，因为医院的工作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从初级医疗服务开始，这是我们的初步。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要使用一些现有的工具，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连接系统，我们使用这个平台交换信息，然后广播信息。我们没必要重新发展新的应用程序，但是用现有的工具。另外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就需要有这个技术控，这是一种风险要控制的。另外呢，我们也做这个一个工具是自我检测，可以就是诊断我自己是否已经感染这个病毒。另外呢，我们也集中于采集数据。我们的所有的风险是这个互动互联互通有的时候有些矛盾呢。Bernardo 刚才已经说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但是我很高兴过去七年发展的平台现在能够适用于把所有的资源连接在一起。我们的这些工具也是给老百姓使用，就是患者自己的就是做监控，他们可以自己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这样他们可以避免来医务所，所以可以防止大流行的扩散。另外呢，我们这些使用的这些工具，
的开发，帮助我们，就是防止这些人在不需要的情况下来一无所。比方说，如果你需要吃药，不需要来医疗单位。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更好使用我们的信用的资料。很可惜，过去几年没有足够的发展这个远程医疗，这个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有的系统，这些有这种系统的，地方或者单位，它可以更好的采集患者的细节。所以，比方说，我们可以测量，住院案例数量，可以做这个样型患者的恢复时间或者对全复时间和数量，这些过去已有的系统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还想要说几点让我们记住好。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可以有采集这个数据的时候可以有太多的数据，或者数据是错用的。现在如果想要防止疫情的扩散，我们必须需要有非常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规范，在规范工作同步，想要普及这些技术，特别是普及创新技术。所以我觉得国际的这个机关有可以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作为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我们都要一起合作。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互联互通的功能，所以我们必须改善这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应用程序，现在需要有用户更注意用户有这个事件给我们使用资源的给我们同意使用他的数据。另外呢，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些工作。非常感谢，我觉得你所讲的是特别有意思。据我了解，我们需要这个立法的框架，法律框架需要政策。您说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有太多的技术数据采集，因为我们真的有大量数据需要处理。我想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数据的超载。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聊天你们是发表你自己的意见，这是非常宝贵的贡献，非常感谢。以后可以在讨论的时候用这些话题。现在我建议我们可以有比较原始的论坛，这个已经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人家的卫生。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不同的这个防止或者管理疫情的情况，怎么避免这个卫生系统的超载现象，我们怎么跟踪患者或者接触。这是以前提的问题，但是看未来，我们怎么能够使用这些数字的创新，保护人类，更好的保护人类。非常感谢。实际上，当有
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这个加维疫苗联盟它有非常大的能力，1070多个国家已经成功的扩大人的孩子的生存，我们每年可以帮助1800万孩子的生存，所以我们有很多数据，然后当然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孩子不受任何害，然后避免他们未来有病，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我们如何使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一起合作，就是这个公私合作。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盟，然后我们可以把官方部门和企业就是联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些所需要的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确实我们过去已经开始使用官方使用数字这个技术。我特别喜欢说接种，实际上可以执行，如果有三个东西我们需要接种，就是需要这个药，然后需要接受这个接种的人，然后需要一个给接种的，就是给接种的和被接种的人，我们可以有，所以有三个当事人要一起合作。所以可以说我们过去已经试过考虑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比方说这个疫苗方面，我们使用很多技术，为了保证我们有很好的分校这个接种的系统，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物流方面储存方面消费方面我们怎么利用怎么处理这些接种。另外呢，我们对监控方面也利用这些数字技术，因为我们可以对这个储存管理人发出短消息，因为要叫他们我们的那个疫苗这些药它需要一定的温度可以储存，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接种这些孩子，但是避免风险，同时我们保证这个接种在接种的时候这个药品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它的效果。另外呢，我们也是用这个电子化，有很多地区本身有比较脆弱的卫生系统，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本地的情况如何。有的地方孩子没有自己的身份证，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因为国家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被接种人的登记册。作为这个接种方，我们也有一种关于培训的技术，因为当然这个进行接种的人应该有一定的一定的能力，一定的知识，他必须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必须建立功能在这个方面，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效。另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怎么教育就是农村地区未来引进需求。
我们用收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让他们就是更好的意识到接种的作用好处。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工具是好高质量的教育，然后虚假信息是一个可以防止我们成功的一个现象。非常感谢你的，你这么看，这个全球上的决策者。学生需要学习，然后才可以管理或者使用数字技术管理疫情或者这种特殊的情况。你觉得这些裁决者最主要的这个主动方面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最缺乏的是直接沟通，因为疫情情况下我们一直谈这个分成人无法直接沟通。我们有大规模的卫生系统的垫付情况，然后这个接种方面是受到最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很多失败的情况，有很多家长不愿意在这个疫情情况下把孩子送到这个接种中心，但是很多工作人员他们也不愿意去，所以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生态系统都可以说失败了。所以现在可以使用这个创新的工作方式解决我们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没有足够的规模能够面临这个情况，很多地方很多地区因为是第一次看到的情况，所以没办法面对。非常感谢，现在请那个阿格拉瓦博士回答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数字这个技术帮助未来的卫生，是你怎么觉得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怎么使卫生系统给变成更有效的？非常感谢 Patrick， 我赞成安努拉达说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数字解决方案会帮助我们支持和一些物质上的系统，数字系统会帮助我们进行这些任务。我们现在面对三个层次，可以看到在和医疗的一些重要变化。当然，在全世界有病人，有医生，信息的交流也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分享。但是如果我们达到另一个层次，病人可以通过数字的方式连接，但是对面的并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算法或者机器人。在最后一个层次，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是一些数字解决方案，数字和数字系统之间的合作。在这个系统里面完全没有人，这些都是不同的数字系统合作，可以创造一个人的数字图案，通过数字算法进行分析。如果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提供，这个信息将会分发，这些层次都可以实现。我在 Genomica 的工作说到数字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我们面对和十几亿一些现象，我们需要采用这些系统。在很多国家像印度，医生的数量比较少，小于和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数字。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医生数量，比如说在欧洲是每1000病人有4个医生，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医生的部署 的不平等、不平均。如果我们有没有经验，没有足够的技能 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支持，也会实现一些解决方案和职责。我们需要基础设施。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会看到系统会更好的会理解人。在某一个时段，有的数字系统会达到独立，在自动化这个层次肯定会实现。这是以前非常有准备好的一些计划，在未来的医疗肯定会出现。我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预测所有的，但是我们会保证这个系统会运作的好。我们没有比数字系统工作的快的系统，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是否是会成功的运行，在接下来的将来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象这个情况将来会如何，是否对人真的有帮助。非常感谢，这确实解决方案会已经涉及到未来。但是我也明白，从你的角度来看，数字解决方案会一些经典的医疗服务会应用在全球各地的人们，这是依靠您所说的结构来实行。那说到信任，今天已经提到了几次信任的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说到信任，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时间到了，算法会告诉医生他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医生就可以完全明白掌握的所有的原因，如果他们能看到足够的数据，病人通常信任医生，医生也信任临床的分析和提供的数据，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做很好的平衡。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怎么快速的提供的数据达到高度的信任。但是只有在我们保证足够的透明度，如果医生能把握好所提供的数据，比如说采用区块链技术或者其他的技术，如果大家都能看到这些数据，那这样的话，透明将会作为这个信任的基础，一切都归根到透明。肯定你非常信任您刚才介绍的未来预警。我现在在看聊天室提出的问题，以及Wanda的一些提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引起注意的是两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是如何保证隐私的权在数字医疗数据数字化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全球，连在德国，我们都在进行类似的讨论。我们在讨论一个简单的跟踪联系的应用程序，连在德国很难开始实行这样的应用程序。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面对商业化，我们可能不是恐惧，但是有的人担忧谁在管理，谁在控制这些，是否有私营企业，还是公共单位，还是公民社会，由谁来决定规范。
在数字和技术在医疗系统中得到和充分的应用的时候。现在我想邀请Bernardo 先生有关医疗数据数字化。非常感谢。第一个挑战是数字解决方案以及卫生健康这些组成部分，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机制。数据的商业化是完全跟病人的情况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种的解决方案。从如果我们把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话，如何让这两个比较极端的方面连接起来？如果我们能利用一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价值，隐私的这个方面以及数据共享，这又是特别极端的两个方面。我们如何能保证我们能利用医疗数据为了改善健康水平，在此同时不给人们造成任何的危害？由于因为第一个原则是不造成危害，这个原则是在最基本的所有的医生的这个教育里面是最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在推荐框架，这些框架的意义是使用数字和数字化数据的应用方式，包括隐私方面，也是为了保证数字技术通过这些数据的使用能改善能帮助进行医疗在不危害隐私以及一些道德的因素。我们的战略告诉我们人们理解这些，那建造一些正确的信任的生态系统，不仅是建造公共和私营企业，还需要其他的方面参与。我们在建造一些网络，因为今天我们具备一种文化。我想先说一点有关这个文化。我们有一些习惯，从二战时期以来，从创造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一直在面临一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一直在改变。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我们需要新的规范、新的行为模式，为了保证在我们生活中创造一种信任的生态系统。世界卫生组织的力量就在于能结合起来不同的部分，让这些部分组成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让我们能足够的信任，能制定一些卫生的框架，以及保证不同的领域的一些解决方案，让我们不同的方面合作，制定规范。我们在卫生组织以前的做法是以前不会跟私营企业合作，但是为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要改变以前的做法。所以这里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方面要连接起来，充分的利用现在所具备的技术。你刚才解释的非常清晰。从你开始讲，最重要的是需要具备数字战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很多正在准备的方面，我们需要这些框架给我们一个框架。现在我想问 Precious。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帮助我们对这些应用程序提高信任度。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
保证有所有的组成部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必须保证数据数字数据的保护和监管，这不仅是数字行业的事项，比如说需要有通讯部门、卫生部门、还有教育部门参与，这意味着在这些管理框架内，我们需要实行很多其他的领域以及政府官，还需要加入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组织一些科学界，但是让他们加入这并不是足够的。比如说，在我们开始发展数字健康战略，我们从电子健康开始，在实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所有所使用的电子工具，包括私营行业和公共机关，我们创造了一些规范，进行这些程序的评估。这是给我们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给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这两个领域的缺点和优点。我们看到了哪一些系统的运作比较好，哪一些系统运作不好或者需要改善。我们比如说如果没有病人的参与，那创造这些系统还是不够的。不管有什么样的系统，是私营系统还是公共系统，在中心必须是病人。所以我在说病人，不是这个人必须得了一个病。我的意思是以人为中心，如果他得了一个病，这一并不是一个，只是另一个阶段。但是没有患任何的病的人们，我们还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系统，他们需要有这个条件使用这些系统。还是需要以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电子系统不能只针对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人员，我们还需要一些电子计算机学方面的技能、通讯技能。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需要知道怎么使用它们。非常感谢 Precious。现在一个开放的问题，向所有的参与者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补充？Kira， 我现在在看着你。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对不对。正如你说的纷争从道德来看，这应该是比较难。我们说系统电子系统应该如何决定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好像这个是有可能带来一些风险，谁来决定这些系统是怎么的？作为过去的时候，我作为记者，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个临床纷争的这个概念，我们是数百年之前已经使用过，因为患者应该得到适应他们情况的医疗。现在问题是有一个非常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主流使用这些卫生技术，因为我们是如果一个护士他把所有的时间集中一个患者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护士量或者医生量，经常我们这个急诊室呼吁中心或者急诊室他也需要加快
他们的工作步骤。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机器的算法它如何预测怎么对待在系统里的患者。据我们的了解，在美国过去很多患者没有得到一定的所需的保护所需的关照，所以我们的系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待遇这些患者。司法就根据实际所不同，可以有比较平衡的就是数据输出。所以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责任，可以使这个系统更透明。我们应该对普通的人群保证平衡待遇。如果看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如何做。有风险并不能并不意味着不要做。我们因为有这个可扩张规模的挑战，我们必须有一个创新做法，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处理，现在我们要把以前在金融方面使用的解决方案投入到医疗这个服务。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官僚工作或者这个行政工作就是给机器人做，然后医生就是一对一联系自己的患者，这是更好的使用。非常感谢，我相信您也有相关的思考。当然第一个反应是这个隐私权，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看欧洲其他地方，所有的情况都依赖我们如何看如何评估医疗信息。当然我们的选择过程并不容易，下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改善卫生系统，这是一个动态一个过程。我认为如果有人可以下载我们的数据这是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这些数据可以给算法这个设备使用帮助更好管理我们的卫生问题卫生方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技术我们还没有使用，比方说我们的数据可以存储在我们的手机不建议到其他地方，但是算法这个设备还是可以领取这些信息使用它。然后这个基因组学的数据库也可以保持在一个位置上，但是可以使用里面的数据，但是下载不是一个好想法，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下载人如何利用我们的数据。在印度这个问题也是被关注的，我们必须有具体的管理方法管理我们的卫生系统。在印度我们已经有130万普通的这个疫情的变形，其他世界地方还没有发现这种变形。我觉得如果在美国做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也可以发现数百万数个或者数千万基因变形。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种数据可以给大家享受，就是不是大家，但是全世界上呢可以得以享受。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在采集数据的时候要避免它不好的不良的使用，就是未经我们的同意不让别人使用我们的数据。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我看我们的这个聊天，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用那个 ransomware， 就是说有一些疫情情况中，有的有人催犯，就是要求议员给他们钱，要不就是威胁，要不良使用他们的数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世界上，未来可以看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大的前途。但是这些数字技术，它可以影响到我们之前不会估计的一些用法。比方说以前我不知道用手机可以不只是可以与家庭成员沟通，但是也可以把信息传达给医生，自己的医生做诊断。但是我现在想要稍微改变我们的题目，具体的看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想要告诉世界怎么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讨论。下一个人的问题，你对这个接种有一定的经验，意思是说你是不断的接触这些受接种的人群。我觉得我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是否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很多医疗行动要变成要数字化，我觉得我们要利用这个数字技术，但是要以人为主，不能放弃直接的沟通。可以数字化的要数字化。过去我们做一些数字信息，比方说告诉我们不要把患者的数据进入这个医疗系统，这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情况，是好事，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好事。但是另外呢，患者应该对医疗系统对医生有信任。我觉得人际关系会是一直是会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这里没有讨论，这是不平等不正义的问题。我想强调我们必须保证这个数字鸿沟不要更加严重。我希望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人家对数字技术有不平等的这个功能，像有不平等的程度。非常感谢，这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我们现在无论是上网是这个条件是不平等的，世界各地有普通的条件，世界的一半还没有办法连接。我们当然有些地区是非常与其他地方隔离的，但是有的地方虽然技术是有的，但是所有的人不能平等的享有这些技术。我觉得过去我们已经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挑战。有些比较对其他问题比较敏感的人，他也不容易上网，这是同样的人群。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数字医疗这个系统可以给大家分享，怎么避免有人被排除。
现在我给大家两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说你们怎么觉得可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建议，怎么是数字化的卫生或者保健系统是平衡的给大家。非常感谢。我觉得部分发言人已经说调整是什么，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传统世界好，数字化世界好，还有一些世界领导已经开始相关的讨论，提及我们现在需要数字世界上的新的原则，因为我们不能把现有的现实原则就是接着复制到这个数字化的世界上。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性别的平等或者是残疾人的平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愿意支持国家发展数字化医疗系统和政策。阿努拉克博士已经说，我们有很世界上有很大的数字鸿沟，世界的一半儿，现在到现在没有宽带网络，所以如果想要充分的利用数字技术，要更好的普及上网能力，我们在这里的或者在本地的合作伙伴进行积极的合作，无论是 ITU 或者各国政府，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融资。技术问题啊，恢复了正常，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或者框架可以利用，以保证大家可以平等的利用数字化的便利。我但是要承认世界上有些不平等。我们觉得在每个世界的每个层次，包括我们的在这里的这个医疗群之间，我们大家需要更好的支持，更好的功能，才可以共同就是编辑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必须有比以前更深的合作。 Precious， 请你介绍自己的看法，谢谢。我们必须说这些质量和不平等是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改造。我们要改造我们的这个上网连接的条件，所以我们想要有思考这个保障。另外呢，我们有资源的限制，因此呢必须使用这个资源融资发展我们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能力必须适应这个数字化革命。有的国家需要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些国家，我们也要保证他们会利用这些新的技术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可以被大家利用。所以
我们的这个卫生系统的改造必须保证它的效率要提高，但是我们也要使患者或者用户得到更多的能力，我们也要保证患者他一有问题不马上去看医生，这样我们可以减少成本，保证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是就是价格比较合理，大家可以享受。另外呢，这些比较远的地方，农村地区或者贫穷地区，他们也应该有这种服务可以享受。我觉得因为你住的地方远离首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你无法得到好医疗服务，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改造我们的患者管理系统的效率，因为这些数字化的数字技术它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改造或者提高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这个目标的执行。非常感谢，如果我理解对，你的意思是这个数字技术使用，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职能，我们可以克服现有的医疗系统的缺乏。但是好像 Bernardo 他就是担心数字，就是基于数字化的卫生医疗系统，就是可以说现有的物理世界上的系统，现有的作风，它可能无法保障未来的数字化的系统可以很好的工作。我觉得如果是过简单的复制化，它可以生长一些风险。 Bernardo 你觉得对不起，您觉得这个你的看法是跟接近 Bernardo 还是 Precious？ 我觉得全球化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呢，我们过去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加维疫苗联盟所负责的国家里面有1100万孩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我们怎么发现？过去我们因为肯定是一些贫穷地区的、农村地区的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他们是在大首都非常贫穷的郊区用的住的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限制，防止他们得到一定的医疗服务。这些孩子经常家庭很穷，所以我们会有这种非常大的区别，医疗区别。如果家庭很穷，孩子的医疗服务无法享受医疗服务，所以这些情况是非常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了解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并不能说不平等和等于这个平等，不平等并不意味着是因为所住的地方很穷。另外呢，我们使用这个人造智能智能更好了解我们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无法执行我们的目标？它可能不是直接连接到能否上网，我们可能有其他有原因。我们当然是用这些数字技术想要保证更好的连接能力。有的地方虽远的还没有上网的地方，它真的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分化。看国家所不同，使用所是应该使用的工具，比方说有的国家，虽然有收据，但是女性她不是用收据，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国家，发现发哪儿，有的人真的是用特别特别多收据，所以我们必须更好了解每个国家的习惯，然后做一种职能的决策政策，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感谢，这是非常好的案例。然后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数字化卫生它可以给大家享受。非常感谢。我首先向 Precious 说一下，我们如何能够使患者如果没有重要原因不去就医。我觉得我们的医疗系统都面临这个问题，经常患者与医生就是诊断时间是几十分钟，所以我们每次就医后我们必须得到最好的结果，是这个时间，这个宝贵的时间有最好的被利用。有的时候一些程序，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远程办理。如果我们经常说上网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便利应该是不贵的，便宜给商家使用的。 Bernardo 也说到这一点。另外呢，我们必须有国际的合作，也希望呢民间企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可以理解 Bernardo 的意思。最后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平常，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不平等的享受，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这些质量足够的产品或者系统必须是给全世界的，让这些初级的医疗服务给患者的，然后让他们没必要出门可以就医或者得到最初的服务，因为我们可以浪费很多的收入或者浪费很多的自己的时间。非常感谢刚才提出的意见，特别是针对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我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我可以确定，如果我们看有关医生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很多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这更是好像社会方面的一些接触，是医疗的事情。有时候人们就需要与别的人接触，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们，他们经常去访问很多医生，他们就会坐满候等室，这是他们的需要。那我们是不是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法。我想再问一下 Kira， 我们如何能保证数字医疗机构能有所有的人使用？我有几个方面要提出。有一些算法给我们显示，我们的算法是平等的、公平的。还有我想再说一些虚拟空间的医疗，医疗的民主化
意味着所有的人，不管他所住的地方，都可以接触，都可以使用医疗。连西方国家，75%的人们，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可以使用虚拟空间的医疗，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所以教育在这个方面是关键。也可能需要在学校就教孩子们，比如说尝试试用这些服务，这个会大幅度的改变你们的生活。另一点就是对医生的教育，不同的国家对医生的教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建造这些做决定的自动系统，也应该意味着医生应该能访问，在教育的阶段应该能访问这些数据，为了能在平等的公平的模式下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最后一部分，现在有请各位更节约的发表意见。我们要再总结一下到现在所说的内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或者推荐，在我们会议结束的时候可以提出。我现在在看表中，我们时间有限，大家有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在政策规划，你们知道应该做什么。知道我们的会议的主要结论应该是什么，在应对未来的条件，特别是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怎么能保证后来的病人使用这些医疗的系统的体验最好。安诺拉，请从您开始。那好，我想强调，数字健康这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数字方面需要特别广泛的，包括地区基础设施，每个系统应该有国家国内的使命和任务，应该基于具体的医疗需要。希望我遵守了这个实现。我觉得如果在说实行医疗服务，这是最重要的，还有这个效率责任，以及数字技术会帮助我们实现这些任务，进行医疗服务大幅度的边缘。那这些解决方案会让我们更好的部署所拥有的资源，以更平等的公平的方式，也不会让任何人留在后。非常感谢。Kira， 现在轮到你了。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所说的有关公平、平等以及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我还想说数据分享在全球水平上，如果政府会交流健康数据，比如说疫情后的一些经验，我们将来会救护更多的人的生命。所有的政府应该公布他们的数据，向别的政府公布，这大幅度会改变我们医疗的水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看法。Pardon， 感谢。好像最关键的建议是，好像其他的人已经说到的，每个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自己的电子健康战略。没有这样的战略，这个战略应该规范很多方面，比如说数据的配合，以及道德方面、隐私方面等等，我们都说了。每个国家应该知道和理解在他使用这些技术的成熟的水平，为了知道应该再采取什么样的投资，这些投资应该集中在
再进一步加快，进一步提高成熟水平，数字健康系统的成熟水平，这是基础，在接下来，再进一步进行投资。作为总结。 数字健康或者数字生态系统和医疗系统需要永久的改善和延化。10年的发展是60年的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采取一些短期的战略。这些战略应该是考虑到未来。 对这些战略需要比较有弹性。我知道，在数字的改变，通过这些技术的改变非常快。这是根据设计等等方面来引起的非常快的速度。我们需要。 很好的管理和数字健康系统的管理以及改善这些设施，我们需要做投资，特别是像人力资源的投资，为了能有效的跟随和数字化的革命，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设施，能扩大这个设施，也能维持这个设施。 我们能够扩大和维持，感谢。非常清晰的看法，我想再看一下你们以前所提出的一些论点，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特别是，我注意到了一个。 一个附加的话题，与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话题有关系，就是技能在很多层次上的技能，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如何数字系统，他们应该怎么运行，他们能做到什么？这技能并不限于管理的方面，我们还要了解他们的运行方式。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透明，这个方面，如果这些系统保持高度的透明度，这个 Kira 也提到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还提到了数字技能，这也是一个挑战，这是在不同的领域的挑战。我觉得这更重要的是在医疗方面、健康方面。 Bernardo 也，我们在这里连接两个不同的文化。一方面，健康卫生，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数字世界，好像这两个文化是特别分开的。 对我来说，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两个文化的连接不是经常提到的一个难题，但是对接触这些方面，不管是医生还是科学家还是病人，这个连接并不是很简单，也包括政府里面的官员。 我想在这里表示非常感谢，非常有启发性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我们今天提出的看法都进行记录，在我们 YouTube 频道、互联网治理论坛的频道上和电视上都可以看到。非常感谢。 今天所提出的在聊天室提出的问题和看法，我对这些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做了解释。非常有意思的是，阅读大家各位对这些话题的一些论点。非常感谢所有的组委会，祝贺大家过美好的一天。希望。 下次的论坛还是会
与更正常的方式进行，我们会在物理世界里面见面。希望在疫情结束后，我们会亲自见面并继续讨论，因为这个话题还是会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先事项。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and goodbye.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Have a great day. You too.